前曾经看到你们不大打的。应该是赶时间，就匆匆跑过来说：“你们今天有没有大珍珠？有没有大珍珠？”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没有，没有。”应该是瞬间转身就光速跑出去。光速啊！光速啊！我也是想。你看我人生有出现过大珍珠哎。大珍珠，还是我们以为是珠宝店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最后台康熙来了。